不能被周刊拍到。营养师在那边在干嘛？我竟然害了我的家人！喜欢妈妈妞真心话酒吧的人，记得订阅妞新闻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有些妈妈可能怀孕中期会发现，怎么吃一点点就很容易饱，永远都觉得胃肚肚。其实是有东西真的肚到你了，所以你的胃变紧。这什么？是爸爸吗？宝宝整个长大，它会往上挤，你的空间就会缩小。那这种就注意少量多餐，就其实你吃不下那么多，意思你就不要吃那么多。那再来，有些人往下挤，会发现，肠道蠕动好像变慢了，就是容易便秘啦，上不出来。我以前啊，有一次去那个有一个户外，反正就是上厕所的地方，然后我突然间就很想便便，那时候也是怀孕第一胎，那个厕所楼梯超高的，他把那个厕所弄得像个殿堂一样，一个马桶立在那边，然后就噔噔，那种女王上厕所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全部人都在排队等那个厕所，然后好不容易走楼梯走到三楼，然后坐上那个宝座厕所之后，上不出来。但外面都在外面排队，已经从三楼楼梯这样排下来，好尴尬。然后那个便便真的就卡住，高处不胜寒。我觉得便便三大要素啦，纤维、水跟好的油，它就可以帮助润滑，帮助你把便便推出来。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，补钙咧，是不是要补钙？就很多妈妈可能到晚上睡一睡可能会抽筋，或觉得说啊，生一个孩子掉一颗牙，是不是要吃钙？我跟你讲，就很有趣的现象是，卫福部的指南发现，孕妈咪根本不需要额外再加钙，她一天只需要1000毫克，跟正常人一样。跟正常人。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抽筋，还是要有缺钙这种感觉呢？因为平常的人，每天都没有喝到牛奶。不会每天喝。然后钙质也摄取不足。营养调查发现80%的人钙都不足。你每天都有喝牛奶吗？没有到每天。对啊，你们每天都有喝牛奶吗？大家都没有。你平常就已经是缺钙一族了，然后怀孕之后，你就会发现缺钙的症状怎么一直出来。然后很多妈妈说，那是不是要吃钙片？是不是要吃钙片？哪一家好？你忘记食物里面都有很多钙质丰富的食物，比方说像我自己怀孕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喝牛奶加黑芝麻，因为黑芝麻是钙质含量第一名的一个天然食物，然后再搭配钙质很好补充的牛奶，这样两个搭在一起超好喝的，就很像什么冰差风之类的。一杯牛奶泡进去，然后我就舀2匙黑芝麻，一天就喝一杯，钙可以补到大概一半啦，500毫克。你其他当然要吃菜啊，吃豆腐啊、小鱼干啊什么这种来补。所以那个黑芝麻牛奶，我觉得对孕期真的是蛮好的，补钙、补纤维又补好油，然后就可以很顺。那再来就是怀孕的后期7到10个月，像你现在就是8个月嘛，就这时候，对，要怎么？注意补铁，孕后期需要的铁质是正常人的3倍，正常人15毫克，然后你怀孕要变45，所以因为你的血液的需求量是增加的，你知道一个宝宝在肚子里，你要供给他那么多东西，你每天吃的东西都要透过脐带一直在喂养他，他在吸你的血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你就这样记就对了。很多妈妈说，是不是说老公要带我去吃牛排啊？对，老公要带你去吃牛排，牛排是。不要加酱就好了嘛？还是牛排？我觉得就是你尽量可以吃原味，当然就可以吃牛，因为牛肉里面其实也是有铁质，但其实不一定是要牛排。比方说你平常的猪血、鸭血啊、那些都可以，是真的。对，真的，因为吃血补血啊，也可以。其实也可以，因为他们的铁质含量也都是算高的。那你记得吃完铁的食物之后呢，你可以再配一些维他命 C 的水果，这样它会帮助铁更好吸收。像是什么番茄啊、小番茄啊、芭乐啊、凤梨啊，甚至喝一点什么你喜欢的什么柠檬水啊，都可以。我们想请敏敏教我们做你平常就在吃的养胎不养肉的料理。当带来这道营养师孕妈咪家常菜之刷不刷不鲜蔬乌龙面啊，忘了，是不是有点长？对，左乌龙面还没讲完。是不是很香？因为我平常就喜欢就是放一点鸡肉，然后加水去熬煮成鸡汤，然后我就会把这个鸡汤拿来加蔬菜，然后蔬菜就各种颜色，你看黄色的啦、橘色的啊，然后有菇类、有叶菜类，就是各种蔬菜都摄取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放一点
乌龙面有饱足感，热量又没有很高。热量这样子这一道，那整锅吃下来吗？对，一餐可以吃的大概500到700内，看你食材的量。像我这样的蔬菜量的话，大概有到700大卡，嗯，但其实也算蛮低的，嗯。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鸡肉它是好的蛋白质。这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，我觉得膳食纤维是主要。哦，膳食纤维。那再来是，比方说黄色的东西，我们说它有一点叶黄素啊，玉米黄素啊，其实多多少少这些营养素都有在里面。我会最后再放这个下去。嗯，才不会太烂嘛。对。怀孕的时候有突然很想吃什么？怀孕，我觉得两胎都不一样。我第一胎就是突然间很爱吃胡椒盐，我就要再煎一个什么东西来配，不能直接倒的，直接倒就很，就是全家人会以为我怎么了，不能被周刊拍到，营养师在那边在那边干嘛？但是我第二胎很爱吃炸很酥脆的猪血糕，营养师这样可以吗？不知道，所以都算了，剪掉好了。因为我都很节制，我大概就吃一点点，我就觉得好满足。嗯，就发现我家人吃比我多，就我老公就是看到我点猪血糕，他狂吃，还有我婆婆闻香也跑出来吃。本来只点一份，后来想到大家都要吃，我就点三份，就后来大家都胖了，而且是真的认真胖的那一种。然后我想说，我竟然害了我的家人。哦，凶。我都还没有加盐巴，这味道就非常鲜甜，嗯，因为很多蔬菜，对，因为很多蔬菜，就是没 吃到没有加盐的，但不可以，嗯，很好吃。其实如果要加一点盐巴，你就撒一点那什么用加碘的盐巴，这样也可以补充一点矿物质碘，因为矿物质碘就只有在海带、海菜那些比较吃得到。哦，对啊，如果没有在吃的妈妈，可能孕期会有点不足，直接买加碘盐。哦，我真的很爱吃这种东西，都是烫一烫这样子，我觉得很棒。孕期就可以养胎不养肉，又能营养啦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到我们的专业留言，这边永远是育儿妈咪的绿洲天堂，厌世妈妈们的树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真的很好吃。